维斯叔叔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吗？同性算吗？曾经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胸部这样子擦，听到不舒服。然而那个人他现在居然还能在实况上一天到晚法律站来站去的，曾经的某丁实况组。但我没有感受到很不舒服，我只是觉得有点靠背，有点痛而已。所以呢，应该不能算性骚扰吧？啊，只是觉得靠背啊，没有觉得，真的好恶心哦，不是那种感觉，所以应该不算吧？这样子也可以 me too 一下，我没有觉得舒服啊，我没有觉得舒服啊，我没有觉得舒服好吗？都没有人这样对我的胸部，菲菲。你是女生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要矜持一点。女生怎么可以这样总话说话呢？啊？你每天都在被吸奶，还不算性骚扰吗？那个是游戏意义上的吸奶，跟真正的吸奶不一样。你们看到没？就这个肉的唧唧歪歪的，肉的一逼，伤害同时还很高的这个黑人啊，就是这个啊，你打他呢就可以出电刀。能打到但是正常打就好了，不用策略。我正常的玩法就打平。就是算是一般来讲，你在玩角色的时候，你对于你现在身上的什么装备，你能够打什么伤害，你是会有一定的自觉的。但是因为我第一次出电刀啊，所以我没有自觉。这游戏打线还是要认真的、啊。打野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打野就可以边刷野边。你知道有人可以一边打野一边雕牌的吗？有这个可能性吗？可是英雄联盟打线其实不认真，打线会影响这条线一半的胜负、啊。中了，又中了，好好笑。蜘蛛先把下宝搞爆，那也 OK 啊。下路。炸了游戏就不用玩了，下要炸的话你就会看到卡上帝越来越紧张，他就会想要做点事。我们不用闪啊，东会被单杀三次啦，这样就不对啦，你就算被 counter 也不能被单杀三次啊。看到没，负极斗篷加上抗魔斗篷，这就是我们最想要看到的画面。你在出负极斗篷啊，看到我拿 AD 装备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。回去看丁克抓叔叔奶奶的影片，太好笑了！原来吃到好吃的烧肉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意乱情迷。啊、哦，对，对，有影片佐证的，有影片佐证的。我就想着那个是不是没有证据，结果有哎、欸，有证据、欸。我就担心打野跟下路啊。就是你打野拿六颗头，下路有没有优势不知道。干啥不是？干被秀！啊，好可悲！大龙 ，You are pathetic！ 你他妈打闪现 W 然后没中，你闪现 W 然后没中，确实有点可悲啊。没大局啊。在扭，不知道扭爽没？我是电刀砍的，你还在扭，不知道扭爽没？卖我是不是？来了，好打，真好打。看来对面对着一个 TP 到场的凯能。想要暴打我不是一个明智之举，因为塔龙又在送，怎么这波他在吸？明显是我们用肉身 bait 好吗？啊，明显是我们用肉身在 bait 他啊？什么是你在吸？你在后面喷个大绝而已。
对，我直接到场啊，对面没有上路啊。哎、欸，你看他们一直点，你要不要点扫眉啊？五郎杯戏哦，飞弹哦，啊，黑人，你不就很硬？你不就很硬？我只能说啊，你的肉度在我面前不值一提。他是大师局，每个人都是大师。你有人要靠杯，你分坏掉啦，排的人好菜。啊，你在看钻三钻四直播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怎么样吗？你就不会，你也会觉得这样吗？啊，你们大师局也要靠杯，也要靠杯打完赛，不对的，要求很高你。嗯，觉得 AP 不错啊，我这个玩法很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你看我 AP 有190哎，我20分钟出了这装备，我跟鬼一样哎，你们你看，啊，干嘛？干嘛？顶级贝特，顶级贝特 ，AP 也是蛮高的、啊。塔楼就在动了。直接被封杀了，可怜呐、啊。AD 敢耍白痴，我等下直接把他套了。等啊！顶级电刀凯能，有没有？有优势的时候，这个电刀就可以发挥无限的价值啊！只是因为上一把打二萨斯太不适合出了而已。你们这么想要聊性骚扰的事情是不是啊？那不然今天不要打游戏了，我们就跟你们聊性骚扰。区块链还是我直播放着，你们在我的聊天室聊天就好了。你们想要聊性骚扰的，全部都进来我的直播，然后我就先去睡觉了，很不错。帮你们开个聊天室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之前有近距离接触过宠神体味超臭的雷拉，竟然还亲得下去。不许你这样说啊！人家神，当事人神呢，感受到不舒服了。只要神感受到不舒服了，那就算性侵的一种。啊！不许你这样说，当事人感受到不舒服了，即使他是一颗臭豆腐。即使他是一颗臭豆腐，只要他感受到不舒服了，你就没有理由能这么做。好啊，继续。你看，一讲话就会死，你没有发现共同点吗？只要我一讲话就会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 CC 啊，每个人都有 CC， 伊瑞利亚是秀不起来的，啊，是秀不起来的。哎，轻松获胜。这个电刀凯能啊，在适合的情况下可以出，但并不是每一场都出，并不是每一场都出这个比较强、啊、怎么我又是伤害最高？不管我的 KDA 是漂亮还是不漂亮呢，我的伤害永远都是最高，我的伤害永远都是最高。我要 me too 啊，我要 me too 啊，这个能算吗？这个是有铁证的，是这边吗？有人刚刚有人做七分多，干，重复次数最多。重复次数最多，为什么重复次数最多？哦，每个月来入口即化的感觉，我想每个月试一次。找到了，你看，面目狰狞，表现出了惊恐的样子。你看我的表情，现在出现了面目狰狞的狰恐，不是这个，我现在是面目狰狞，什么很享受？我这个很明显是面目狰狞，好吗？啊？史丹利，他是用屁眼在看史丹利。这主播在讲一个有的没的，他是一点意思都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就单纯在找理由，一天到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。史丹利平常应该每一场都爆炸，可悲。就咪，看到了没？这主播真的很无聊。史丹利，这个人20把，只有1把好像自己在 carry。史丹利无情送分，这主播躺分。